的路上，一人之境就在眼前，仰上到顶。好友啊，你真是不懂体谅受伤的人，请用这个机会不敌成功一伙，为水翻头，我只记得拖好友一人落水，怎有能够捡起？伊是谁呢？云母峰，你敬小王同归于尽，检出仙家有功佩服，接下来就交我以青龙之法，我会将你安葬在迄人指定的后山。开始行之时，你也能第一时间听到好消息。这是原来提早入地有一定的用意。我告孙友，真是我告孙友。不过，不由应是公孙秋的旨意，随便各地青龙社因我合作之声，但伊必了了定，怎样其实不能来对生我。伊将魂武功暗中，怎会突然间转样？剑子先生，你平安回来了，你怎会在此？自然水先生，你可能受伤，所以要红衣来做照看。那这天色，热一档，是自然为红衣所准备，不由也真是细心周到。先生，红衣已经准备好上好灵丹上药，请服用。受伤之意，先锋你不用多烦。另外，主人已经用先生的名义定下明月楼定熬一个月，咱风格的啤酒十五，以及五斤吉布灵必然大丰厚，不是变高。啊，你讲什么？主人说，风气在一人之境，不能过得太长。虽然不该亏待你，但总感觉怪怪。不过主人也真体贴先生，已经比较有红衣的态度，略减两级，就是惊造成先生的负担。哈哈哈！贵州的生活水准就是与众不同。哈，红衣先入来打你，好友啊！我不过请你出一剑。你却连先锋拢送过来，剑子实在受宠若惊啊！先锋就差一笔亏棒棒，哈、啊！多谢先生，好将，果然贵得有礼，好吃就好，好吃就好，好饮，一分钱一分货，一吹一两银。平定不差。先生红衣吃饱了，这就去后山帮先生整理花园，先生慢用。先锋，你这样就吃饱了。先锋啊，好友啊，过去礼貌的替红衣是比你变去多一咯。哎，浪费酒菜，就要亏欠了，也是自己消受吧。